係啦，呢邊嘅生活配套咧已經係絕對係成熟曬噶啦，就唔需要等，你直接可以拎包入住。你唔想買車唔緊要，樓下已經有生活超市噶啦。佢有個日户花園，日户花園嘅話咧就係買一半送一半嘅面積嘅。咁呢度咧你可以攞嚟放雜物啊，放鞋櫃啊。首先呢度有間房，呢間房我夠曬光啦。你睇睇佢個景，高層個景就有咁嘅好處啊，就係冇遮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冰冰。咁今日咧我哋翻嚟回訪一下呢一個鼎湖嘅山水名城樓盤。咁其實一直都有同大家講開啦，而家其實新區話咧配套暫時就唔係好成熟嘅，都係要等。咁所以話對於一啲唔想等嘅觀眾朋友嚟講嘅話咧，就可以選擇翻呢一個鼎湖嘅水坑呢邊嘅一個山水名城。係啦，呢邊嘅生活配套咧已經係絕對係成熟曬㗎啦。就唔需要等，你直接可以拎包入住。你唔想買車唔緊要，樓下已經有生活超市㗎啦。然後咧，嗰個菜市場嘅話咧，大概係十分鐘左右可以到呢一個啊東怡市場啦。大概係行十分鐘左右可以去到水坑一市場同埋呢一個步行街。所以你住翻呢一頭嘅話咧，生活配套咧就真係應有盡有。你唔買車啊，點樣嘅話都係唔緊要。門口已經係有公交車可以直達到呢一個肇慶東站。所以就住喺呢頭咧，生活係非常之便利。嗱，好啦，嗱，據我了解到咧，體育公園隔離呢度咧一個位置就係一個好世界商場，係啦。佢呢一個商場嘅話，大概係今年十月份可以開業。商場該有嘅一個配套，佢已經係全部都有曬。例如話一個肯德基啊、瑞幸咖啡啊、六福珠寶啊，同埋一個樂邁特超市啊，呢啲已經係全部同商場已經簽咗約噶啦。所以如果話你係中意配套齊全嘅話咧，咁選擇山水名城呢一個樓盤係絕對係冇錯噶啦。周邊嘅商圈已經係完全係成熟曬嚇，咁啊而家講翻樓啊，咁據我了解到咧，其實而家有兩套性價比非常之高嘅樓咧，可以推介俾大家嘅，咁就係一個兩房啦，同埋一個三房。兩房嘅話咧，位置喺33棟嘅一個四樓嘅位置，係啦，四樓，咁就係一個84方嘅兩房。佢而家嘅話咧，維翻個單價都係6200幾，而且係無坯送裝修，因為佢6200幾其實無坯價，但係佢而家係有裝修送嘅，可以送埋裝修。維翻總價嘅話咧，都係接近53萬左右，係啦。咁而家肇慶大家都知㗎啦，而家嗰個銀行政策出咗嚟，係最低可以去到1.5成首付啊，或者你俾20%都得，所以基本上你係可以去到10萬蚊都唔使。就可以上車買到呢度一個兩房咁樣。嗱，三房都係，三房嘅話咧可以推介一下大家嘅呢一個31號樓，31號樓呢一個01户型20樓啦，係啦，20樓。咁佢係一個103方嘅三房，維翻單價嘅話咧都係接近6800左右，總價係70萬多啲咁樣，亦都係一個無坯送裝修單位，係啦。所以對於你想兩房啊、三房啊，呢度啲户型都係應有盡有。而且就係講翻呢一度嘅景觀，其實如果呢邊嘅高層嘅話咧，佢去到呢邊係完全係冇遮擋嘅，因為前面呢度咧都係一啲比較矮嘅一個廠房啊，同埋一啲自建房咁樣。所以你買翻越高嘅話，呢邊嘅景係越靚，絕對係即係隱私性係非常之好。采光通风亦都系非常之好。咁好啦，沙盘呢度咧同大家讲到差唔多，咁而家我哋即刻上去呢一个现场去睇睇佢一个户型啦，同埋一个景观咁样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嚟到呢一个31棟103方嘅一个三房嘅高层啦。嗱，首先入到嚟嘅话咧，佢会有个日户花园。日户花园嘅话咧就系买一半送一半嘅面积嘅。咁呢度咧你可以攞嚟放杂物啊，放鞋柜啊，放下单车啊，小朋友玩具啊嗰啲，咁都系冇问题嘅。咁再入到嚟一個廳啦，嗬，佢咧就係一個飛機户型。首先呢度有間房，呢間房我夠曬光啦。你睇睇佢個景，高層個景就有咁嘅好處啊，就係冇遮擋，仲可以睇埋嗰個高，咁啱有高鐵經過啊，睇唔睇到啊？嗱喺嗰邊，嗱咁再翻過嚟呢邊，咁佢就係廚房喺度，係啦。廚房喺呢一個位置，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窗咯，採光。翻翻嚟廳呢度就係、都係呢一個大陽台，因為佢而家呢邊咧係下面係路邊嚟嘅，所以咧佢係直接全部幫你封埋窗噶啦。隔音玻璃，雙層隔音玻璃，咁你自己都唔使封窗啦，即係你翻風落雨啊，你都唔使驚你嘅陽台會打濕曬啲嘢啊咁樣。嗱，呢啲都係永久景啊，因為嚇出面嗰啲都係啲宅基地。
好，再翻嚟我哋睇睇一啲房嘅格局。呢度係一個廁所，呢邊亦都係一個客房。其實可以睇翻佢全部嘅一個房咧，都係好光嘅。呢度就係主套啦，主套入嚟有個廁所。呢個主套嘅設計好啊，佢廁所唔使對住牆，啊，即係唔使對住你擺床嘅位置，你亦都唔使再另外去改啦。而且咧，佢呢個房係對流嘅喎，嗱，呢度有個窗，然後呢邊又有個窗喎。其實你兩邊開窗嘅話，呢間房嘅一個通風啊，非常之好。出面仲有一個細陽台，咁呢個陽台咧就真係有啲細啦，你可以諗諗佢可以點樣用。呢邊向南嘅喎。佢有個細陽台向南嘅，你呢邊其實攞嚟晾衫啊，我曬下皮啊啲咁幾好啊，同埋出面呢度有個景，嗱可以翻返嚟呢邊陽台睇出去見唔見嗰邊有一個售樓部嘅位置，係啦，山水名城二期，山水名城二期喺嗰邊起緊嘅，喺呢度都可以睇得到過去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呢個103房嘅一個户型格局，我哋大家已經睇咗啦，咁睇翻佢嘅價錢啦，佢而家呢度嘅話咧。折完之後的總價是70萬4千多，咁佢係一個單價大概6800左右，無坯送裝修喎。咁當然咧，就我哋啱啱拍嘅一個實景咧，其實係無坯嘅，但係因為佢係送裝修，所以咧你係買咗落嚟之後，佢先會即刻幫你裝修。同埋咧，佢有兩個裝修標準可以俾你選喎，係兩種完唔同嘅風格。咁你可以二選一，你選好咗之後，佢就會按翻你個風格去幫你裝，哪怕。你話想邊度有啲嗰、那個插頭想多幾個咁樣，你都可以同銷售講，因為可以幫你做一個訂製嘅裝修咁樣嘅。咁啊，跟住落嚟鏡頭咧，同你播一播兩個一個裝修嘅一個標準個實景咁樣。
好啦，咁今期山水名城嘅回放咧，我哋就拍到呢度。大家如果有任何有關呢一個樓盤嘅問題啊，或者想問價之類啲，可以即刻聯繫我。係啦，咁我哋今期拍到呢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